说今天有大风，我们两个都穿着裙子，这样会不会太危险啊？那怎么办嘛？我们回去换裤子吧。嗯，可以啊。亲爱的，你怎么没有换裤子啊？换了呀，只是换了一条漂亮的内内。那我不好意思啊，我要找风去了。哎，小贱人，我也要去换漂亮的小内内。